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千里，而是我们无法了解彼此的心意。妈，都说了五年了，我们希望你过来和我们一起住。我这里又不是没有亲人，不要再说了。这个新年，让我回来劝劝他。阿玲啊，阿妈知道你要回家过年，除夕你到这个地方找我，我们一起吃团圆饭。阿玲，阿哥哦，真的是你！我回来看看阿妈，你们怎么都在这里？过去几年的除夕夜，你阿妈都会请街坊邻居一起吃团圆饭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每年吃团圆菜饭已经成为了我们这边的特色。哼，我的宝贝孙女回来啦，阿妈。王啊，来，这个替我拿上楼给玉姐。这个 Uncle 王啊，很热心，常常送食物给不方便下楼的邻居。嗯，哦，对了，阿妈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宝贝。哎，你看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开心果。虽然他经历了不少，可是我每次看到这个 Auntie 呀，都是笑容满面的。阿妈，我来帮你，小心。他在跟你说谢谢。你看，几十年的感情就像一家人了。顿饭再美味，也美不过人情味。来来来，大家吃。